对呀、啊，三很久了。欸、总算阿扁都过了，今天可以。今天有安排吗？有有有有。要派上用场了，可是是阿扁不在。哇，你们男的兴不兴？加翘背挂背拢弄配档。我看会来啦，不要让他去，一定板书啦。心中有佛就好，心中有佛。所以阿北现在已经在我们谈的要点灯的朋友，要请红包的朋友，数量有限哦，大家手脚要快哦，可以跟着阿北一起哈、哦，然后阿北给你指点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记唔知应该是小金砖哩，哎不，因为很多年没有看见，散了，哎，我有跟他碰面啦、啊，有有有。那、啊、这边你看五朵金花，有看到不？哎呦，厝边也是小妹、姊妹、内部。打麻将的，麻将卡比，不是邻居善信、欸、啊哦，朋友，看到他们两夫妻很开心，现在才看到啊，真的真的两夫妻现在才看到，是尿尿尿尿尿，哇，阿姨很低调，我不去拜哈，来传点东西，我肯定很好笑了。阿姨很低调，我一次在一个联络所节目看到她，我跟她这样挥手哦，哇，她没有二话，本来坐第三排，结果去坐到第三十排的，跑又跑了。好了，阿姨，谢谢大家，都认识那么久了哈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等一下哦，哎，等一下想要跟大家拍一个 V V 了哈，我拍了，玩你很久了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来，先送上第一首的歌曲啊，送给大家一首广东歌。哎、欸，等等等，我们可以问，这个好奇，就开放了嘛？歌台又回来了，七月接到了没有？七月啊，我要问我的老母哎、欸，是大概接到几场？大概。有来敲啦，因为你在也在走，也在走吗？啊，今天这一场过后，大家就有信心了。来，所以谢谢盛明公。不是大声跟你讲，今天领袖的公酒会。哎呦，七月初到七月三十。王雷总共接到，你能不接待你好了？就是七月初一那一台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他没有放，没有大炮仙，他的功力有啊，有他很大炮仙哎，我帮你炸你，帮你炸。之前呢，就说满了，满了，很满了。我们那些居然有接到，七月十三。七月十五在马口，马口马卡马卡马卡，还有不兴，不兴啊不兴啊，不兴是啊，你看你，那你体力点？哎，七月哥来马来西亚，我有接到两三场。好啦，你现在都记得吗？有专攻马来西亚，因为马来西亚新哥来新加坡。你说啊，我吞吐三星加坡吐马来西亚，很贵耶，很贵，值得了，值得了。因为我要叫他走，你懂为什么吗？你比较多，他不在我就接他。我也是这样讲，没关系，我们派你去为国争光，靠北秋瓜啦。您出来，您出来，我就想来，来唱歌。送给大家一首《真的爱你》，真的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好，来，我跟你唱，我跟你来。真正
所以那天也会唱很多阿北的歌哈。啊，广东歌也是他最行的。听我话啦。哦。你尽量排，没有没问题。不能就唱《花红黑》，你才问这个，其实是没问题，还是首应该大家都很熟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好配搭，慢慢唱，咩歌慢慢唱啊。